就是一个这个花盆的模具，新定做的花盆的模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们主要借这些定制，还有各种模具的生产。这是花盆的内侧，一会儿给大家看花盆的外侧。这就是那个花盆模具的外壳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它最终的样子就是这样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。